喜和感动。我太快乐了。青春制作人们，我要帮赵棠讲两句，因为我们是一个宿舍的嘛。然后他回去宿舍之后，就是在他得到这个名次之后，他就真的是有被感动到，觉得我要以后要为着这些帮他助力的青春制作人们而努力，就能明显的感觉到他就是得到这个名次之前和之后的那个差距。得到这个名次之后，他回去就是每次上课都特别认真，然后也会督促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努力。他真的能感觉到就是身边就是有很为那些青春制作人背负着的那种责任感，所以他还是不是像他说的他只有快乐，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他也有变化，就在我们特别累的时候，就是他以前都是督促我们去做嘛，然后他这次就是自己默默的做完，然后但是他会就他不会说就是因为你们太累了我帮你们做，他会很就说咱们宿舍太脏了，我怕你们都生病，所以我把卫生都做了，你们赶紧睡觉。就这个样子。